贵妃醉酒这出戏呢又叫百花厅啊。在清光绪年间，有一位汉剧的老艺人叫做吴鸿禧，四平调呢要分一板三眼。皓月当当哭，独自嫦娥的月宫啊。这杨贵妃呢非常骄傲啊，她把自己比作嫦娥。那个尾音的地方有点多了。到中国戏曲学院的教授张京老师为我们教唱了一段贵妃醉酒的唱段，今天我们有幸又请来了张老师继续为我们教唱这一出戏的一段念白。上节课呢我们把贵妃醉酒的四平调啊唱了一遍，接下来呢我们要讲的是贵妃醉酒在四平调之前有一个幕内的一个叫板摆架。人物出场之前呢，这个摆架是显示了一个人物的身份，所以念起来呢要嘹亮啊，带有一种人物的心情。摆架这个旋律啊，因为京剧它是一种啊带有韵律性的啊这种摆口，不是说像我们说普通话一样，所以它里面有一些韵。有高音也有低音，也有长的也有短的。好，你们把摆架念一下。摆架。好，杨贵妃的摆架。梅派戏还有一出戏叫太真外传，太真外传呢也有摆架，但是这两个摆架人物的心情和身份啊，这个反映的都不太一样。杨贵妃在《太真外传》里表现的是她比较心情郁闷啊，跟李隆基有一点闹意见了，所以呢摆架她有点低沉。但是贵妃醉酒呢正是春风得意正受宠的时候啊，所以她念起来呢要有一些嘹亮的啊，旋律要高一些。精气神儿都得在那儿，你们再来一遍，备齐。好，我呢为大家再补充一点，在教唱已经学过之后，希望你们能了解这出戏的具体内容。贵妃醉酒这出戏实际上呢几乎就是一个人的独角戏，然后顶多就多了一个裴力士和高力士，是一个人的戏。为什么呢？他只是表现了杨贵妃啊跟李隆基已经约好了，在一个啊秋天非常美好的一个夜晚，俩人要在百花厅摆宴，一起哎歌舞一番，俩人约会嘛，心情特别好啊。但是没想到李隆基啊他爽约，走在半路呢就被梅妃叫走了。所以杨贵妃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啊，遭受的打击非常大啊，一下子从那种春风得意的感觉啊掉入了那种失落的被抛弃的那种心情啊。由这出戏的一种欢快的一种载歌载舞的形式变作后来酩酊大醉，所以呢就命令这个裴力士高力士轮番的给他敬酒，他越喝呢心里越郁闷。在最老的这个戏当中啊这个贵妃醉酒呢其中有些很不是太健康的唱词啊，表演呢也有一些
比较过分的地方。但是梅先生呢，经过多年的边演边修改，他就把这个一出以这个啊思春呐、啊、也好，是一种那种情绪的戏，变为杨贵妃宫怨，他这比较怨恨啊，甚至是无可奈何，最后只能酩酊大醉回宫去了，啊，变成这么一出戏，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听起来也很优美，啊。好，我们现在呢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梅先生的老师。梅先生的老师呢是陆三宝先生，也就是在梅先生20岁左右的时候，他带了一个科班叫玉成社，啊，在这科班里呢，他跟陆老先生在一起，俩人呢关系也比较好，所以陆老先生这出戏呢就传给了梅先生。梅先生呢演过《贵妃醉酒》之后，陆先生一看，哎呀，这出戏你演得太好了，啊，你演得这么好，以后我呀岁数大了也不想演这出戏了，所以我这些头面呢就送给你吧，以后你用得着，啊，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所以梅先生接过这个陆先生这个班之后呢，他呢经过自己的理解，啊，已经解放以后，他就把这种戏的这种整个格局呢往健康方面发展了，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经典的梅派《贵妃醉酒》。京剧当中的念白跟唱相比呢，分量更重一些。俗话说，千斤画白四两唱，你就知道这个比重有多少了。啊，千斤的画白只有四两的唱，所以说念白非常重要。我们念的时候呢，要念出音乐性啊。我们都说音乐美嘛。他们要像普通说话这样，就说不出来什么音乐性了。我呢，为大家把这段念白整个示范一遍。立志天身，难自倦，趁欢时宴，酒未眠，路过。下来之后，自报家门。本宫杨玉环，梦之宠爱，凤为贵妃。昨日身上传旨，命我今日在百花厅。齐备，白驾百花厅。好，你们呢也要把它分开了学，先学定场诗。你是天身男子眷，趁欢时宴别未眠，陆公分担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重。杨贵妃海岛冰轮粗转藤唱完了一段之后，哎呀，心情特别好，哎呀，这月亮这么亮，夜色那么晴朗，啊，我这心情跟我的心情一样，特别高兴。归坐之后啊，他就念了四句定场诗。这四句呢词是这样的：立志天生难自倦，承欢侍宴久为年，六宫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专。我给大家念一遍啊，先念这四句：立志天生难自倦，趁欢时宴久未眠，陆公粉黛
显示出杨贵妃这种骄傲。好，一句一句来啊。立志天身，这个生啊念成身，上口字。男字娟，这娟字要念出秀丽的感觉啊，娟。我们上节课教唱的时候已经说过，唱的时候字头字腹字尾，这个娟呢除了字头字符有一个吁音，娟娟，要把这吁音出来就好听了。好，一起来。我刚才听娟娟老师说那个男字娟，那个娟要是把这吁音变成乌音就不好听了，就比较显着老啊，不显着青春呢。杨贵妃很年轻啊，所以你这个青春的感觉要念男字娟啊。你们先把立志天生男字娟念一遍。立志对了，啊，这个娟字就好多了。第二句，承欢侍宴久为年，承是个上口字，念陈，哎，陈啊，承欢侍宴，这酒字呢，喝酒的酒念成酒，是尖字，酒。对了，承欢侍宴久。啊，念起来是这种感觉的。好，一起来一下，备齐。承欢侍宴久为年。好，六宫粉黛三千重，京剧当中这个六念成禄，啊，上口字念成禄。六宫粉黛三千重，这个千字你们注意到了吗？它也是一个尖字，是吧？千。好，鲁贡粉黛一备，念一下。鲁贡粉黛三千重。好，你们听出来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念了三句了，这三句在语调上有什么不同吗？好，刘琦，你告诉我。嗯，它是分上下句的。对，啊，上句有什么特点呢？上句是往上扬，嗯，下句是平的或往下走。啊，是结束的结束语哈，啊，一个上，嗯，一个下，接过来，很好啊，回答非常正确。对了，你们找了一个规律哈，啊，京剧是上下句，一共四句，它总是两句，是为一个上下句，两句一组啊。立志天身男子娟，尾音翘到上面去了，娟字。承欢侍宴久为年，年下来了。第三句接着了，鲁贡粉黛三千重，你就感觉这句话没有讲完第三句，是不是啊？第四句就是很关键的啊，说明了杨贵妃现在的地位。三千宠爱一身转，我三千个美女啊，杨玉环呢，就我一个人受宠啊，一身专啊，皇上就爱我一个人，所以要把这个骄傲的情绪念出来。这个在结尾处有一个长音，一身。好，你们把最后一句呢念一遍。三千宠爱一身转。哎，非常好啊！注意，这个结尾了之后呢，有一个停顿，接下来就是真正的白口了。京剧当中的韵白，京剧分韵白和京白，京白呢有点像我们说的普通话，比较接近啊。比如四郎探母啊，我说驸马爷，自你来到我国一十五载怎么着，但是韵白呢
它是湖广中州韵，所以跟我们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又有尖字又有团字，而且它上声去声这个比较复杂，念呢也像是有一些顿挫呀，一些旋律高低在里面有变化。京剧的唇齿舌牙喉，那我们念的时候唱的时候，本宫杨玉环命我，命和我都是变形了的这种上口字，念白净缓气口气，什么时候偷？这句唱完了以后，是快吸还是慢吸？戏曲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现在你们呢，把定场诗完整的念一遍。立志定身难自劝，趁幻时应修为练，武功三代三千宗，好，比较好啊。那个一身稍微再绷一点，转再精神点啊。接下来本宫杨玉环，念本宫杨玉环啊。一个人在自己说自己名字的时候，总是跟说别人的名字不太一样啊，说别人名字谁谁谁，好比啊刘琦、红娟娟谁，都是这么说。但是说自己，好我张金，他就不一样了。本宫杨玉环，他总是非常内敛，非常的那种自爱，要能感觉说出来。再来一遍啊，本宫，预备，起。本宫。对，蒙主宠爱，封为贵妃，就八个字啊。蒙字上口字，蒙啊，这个双唇呢有一个双唇音，蒙。蒙之宠爱，封为贵妃。你们注意，封为贵妃的封念成凤，凤它不是凤为就完了。也是上口字，封为，啊，这八个字一起念一遍啊，起。孟氏宠爱，封为贵妃。啊，这贵妃是一个，可以说不是你说一个代表人身份的一个象征。念的时候不能轻而易举，封为贵妃，完了，就显示不出来你这贵妃有多重要了。念时候要这样，凤为贵妃，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啊，贵妃杨贵妃，所以念的要稍微有一点洋洋自得的感觉。盟主宠爱，预备，起。孟氏宠爱，凤为贵妃。对的啊，很好。昨日圣上传旨，命我今日在百花厅试验，这几个字儿念的时候呢，先把尖团字分开，昨日
锐啊，有点舌尖啊有点变化。京剧的唇齿舌牙喉，那我们念的时候唱的时候，这些个器官都要配合得非常好啊，才能把这个字送到观众的耳朵里，让观众听清楚啊，注意字的配合。孟之宠爱宋为贵妃，接下来昨日圣上传旨，命我今日在百花厅待宴。听出来了吗？就是命我，命和我都是变形了的这种上口字，本来应该念命我，命我怎么怎么的，但是京剧要美化，命我啊，今日在百花厅待宴。我们说这京剧《贵妃醉酒》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百花厅，所以这就是这出戏的中心啊，你的地点在哪儿？百花厅，所以要念得特别响，交代清楚了，三个字几乎是一边长啊，百念成百，花还是圆形，厅呢已经变成厅，百花厅待宴。好，你们来一遍，好啊。昨日圣上传旨，命我今日在百花厅待宴。啊，你能把这句念念吗？我听听你念。昨日圣上传旨，念一下好吗？嗯，昨日圣上传旨。对了啊，要记住圣上就代表皇帝的意思啊，这是我们将来你长大了学古文有很多代表皇帝啊，不光是圣上圣驾什么陛下，这都代表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皇帝的一个地位啊。好，我们接下来高配二庆啊，现在杨贵妃呢周围一个高力士裴力士要叫他两个侍从了，这语气马上就有变化了，刚才是跟观众说杨贵妃我怎么样，我是谁，我特别受宠爱，我今天有个约会，但是现在呢观众已经不在了，我先跟你们说高配二庆，好像观众又不存在了，这就是京剧非常深奥的地方，它比较虚拟也好，还是写意，就写意。我跟你说话，我就观众还存在；不跟观众说话，跟台上的人物一说话，观众好像你就可以看戏了。高配二庆，很写意，是吧？这要是在其他的艺术种类当中啊，并不是很多见的。好，你们把高配二庆念一遍啊。酒宴阔陈齐备，这个酒也是尖字，酒宴可曾，可变成可陈，那个曾啊变成陈，阔陈齐备。对了，酒宴阔陈齐备，念酒宴阔陈齐。哎，对了，聚以齐备，接下来最后一句，白驾缓气，百花厅。好，念，白驾缓气，百花厅。很好，接下来把后面的独白再一起念一遍。命我今日在百花厅。
知道你们注意没有，我们在教唱的时候是有气口的，啊，什么这口气什么时候偷？这句唱完了以后是快吸还是慢吸？但是念白也存在呼吸的问题，而且非常重要。例如我们刚才念的定场诗，这个句与句之间的呼吸就要留出空档来，相对时间较长。在这种自我介绍，从本宫杨玉环开始，念白之间的呼吸要稍微接得紧一点儿，是要根据你的语气语速有所变化。好，下面呢，请你们把这一段念白连起来念一遍，好吗？你是天神接下来，本宫杨玉环，孟氏宠爱，凤飞翠飞，昨日山上传旨，命我今日在百花金白银。今天的念白我们就教到这里，下节课呢我们要教身段，把前面海岛冰轮的身段啊教给大家。好，同学们再见。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扇舞我们一会儿要教的是扇舞，还有呢就是过鱼儿、闻花啊，一些非经典的动作。最有特点还是醉步了哈，这醉步呢一个特点就是它总是站不住，站不稳，总是哎趔趄，总是趔趄。走两步，然后就是头袖了。把扇子先交到左手，放平的位置，先画一个圈儿，逢左必右，然后眼睛再看前面，向前上，歪，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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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